近日晚，王彦霖晒出一张他与陈立农、胡鑫旭视频通话的截图，问道：“咱仨谁最帅？”不接受谎言。照片中，陈立农与胡鑫旭正在和王彦霖视频通话。截图中，三人同时敬礼，颜值在线，十分帅气。陈立农评论道：“大爷，你下次发我们合照，能不能先问问我啊？”王彦霖回复：“记得穿秋裤，捞你好陈样。”胡鑫旭则转发吐槽：“你最帅，我俩刚下班，能跟你比吗？”据悉，三人曾一起出演过综艺《嗨室友》，三人作为室友感情深厚。王彦霖这个人特别有感染力，因为他不管干什么都特认真，包括搞笑，绝对是能坐着不躺着，能站着不坐着，从头发到脚趾都很紧绷，同时还梗不落地，随便说一句啥都是可爱的。王哥这种好笑还不是大喊大叫那种闹腾，就只是富有活力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动。希望王彦霖可以继续努力，也希望更多人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。